我是王小倩，是铁闷闷不？我今天过生日，邀请你到小米粒家参加我的生日 party。 嗯，哎，我过生日是不是得整个蛋糕啊？吃那玩意干啥？谁过生日吃蛋糕？没有蛋糕也行，是不是得整俩菜呀？吃菜干啥？谁过生日吃菜呀？那我咋过呀？干过，啥也没有，你啥也没有。干巴巴过呀？我头一回听说过生日啥也没有用嘴过的。俺家我人那时候那么困难，人过生日还有个烤地瓜呢。行，别委屈了，过事成之后我给你买个烤地瓜。那行，说好了啊。王小倩，啊。生日呢？半年前不刚过完生日吗？是啊，我刚过完呢。半年前是他阴历生日，今天是阳历生日。那你这阴历生日跟阳历生日隔半年，你小子挺阴呐。是啊，我咋那么阴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亲爱的吧。哎，等会儿。就刚刚那句亲爱的啊，你俩肯定有事儿。你俩啥事儿啊？没看明白吗？刚刚被我俘虏。哎，你怎么自己来的？你女朋友呢？我没有女朋友啊。哎，搁那编，我都看真亮的，那真是啊，雾里探花，水中望月，看的我是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，桃走云飞，花开花。王小倩，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人家笨笨说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女朋友。你好，请问田笨笨在吗？出发。哎，静静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笨笨哥，我还你家钥匙。哎呀，不着急。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叫文静静。大家好，我叫文静静，我是一名大学生。你好，我叫一名王小倩，我是未来祖国的花朵。你好，我叫小米粒，我以前也上过大学。坐吧。哦，对，今天坐。嗯，来，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又四个人儿，两对儿。啊，那个文静静啊，我问一下，你跟田笨笨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笨笨哥呀，笨笨哥，那我就说了啊，那是一个夏天，天很热，可我的心却特别冷，特别的冷，忽冷忽热，爱感冒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收到了笨笨哥的来信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但是他就像一团火一样，温暖了我的心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没见过面，网友。不是，我们两个认识算是一种缘分。对，缘分。哎，小米姐，那你和小倩哥咋认识的呀？我们俩呀，我们俩的相识也特别的浪漫，是吧，小倩？啊，对，那个，那也是一个夏天。那天呢，小米粒没啥事儿。那天你是不是没啥事儿？没啥事儿。他推开了窗户，刚好我从窗户底下路过，恰巧有一个小竹棍儿砸在了我的脑袋上。我捡起了小竹棍儿，往楼上这么微微一笑。这时候，邻居王大娘喊我：“王小倩，你过来来。”哎，小倩哥，你这个我好像在哪儿看过。静静，别，他记错了。那个、是这样的，那确实是一个夏天。我那天呢，也确实是没啥事儿。我像往常一样呢，推开窗。这时候，我发现楼下一个英俊的身影，用他浑厚的嗓音在为我朗诵诗歌。哎呀，那个诗朗诵的是
是什么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他那个歌唱的呀，哎呀，那音高啊，那海豚音。不对，是你姐泼了一盆水，我喊的，谁泼的？那缺德呢？你记错了，亲爱的，你唱歌呢。我那时候哪有心思唱歌啊，亲爱的，你姐泼的是开水呀。我才熟的那个海豚音儿啊，烫秃了皮了。王强，就你，就你害我输了第一局。我啥时候害你输了？没关系，三局两胜，我还有机会。加油！哎，静姐，姐来。耶，你这裙子好漂亮啊！什么牌子的？我也不知道啥牌子的。你看我这人吧，特别低调。我从来就不跟人家炫耀，我从头到脚都是牌子，是吧，强？啊，对，从上到下都是牌子。李锦记的微博，赛百味的包，老野花的戒指，王磊和的貂。姐，你这些牌子我倒是没穿过，但我好像吃过。我这些衣服我也不知道啥牌子，是笨笨哥送我的。没事，他是看你俩太好了，激动的。笨笨哥人可好了，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我在学校打论文，笨笨哥跋山涉水，翻山越岭，跨过了沈河、和平、大东三个区，最后来到了沈北新区，带着生日礼物给我送来了生日的祝福。也没有他说那么夸张啊。静静，当时确实是我第一次给女孩买东西。也不知道你穿的合不合适。合适，特别合适，这大小胖瘦长短都刚刚好。别说了，行了，我认输了。田笨笨，我祝你们两个幸福。我也祝你俩幸福。小雨，要哭哭得我心直不得，亲爱的，你别哭。是不是误会了呀？那个小米粒，你们俩是不是误会了？喂，刘姐呀，你给小米粒介绍那个对象那个照片，你是不是美颜了？我就拿他前两年的照片，我稍稍就那么美颜了一下。你这哪是稍稍啊，你是把底片给烧了吧？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都。你说你这让我介绍给小米粒，你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呀？顺风啊，哎，我这不是怕你家小米粒看不上他吗？嗨，我就是想给这小伙子争取一个见面的机会。嗨，其实这小伙子特别优秀，你就让他们俩那个了解一下呗。不是，你怎么喂，这坎儿我还过不去了，你说？哎，回来了，这坎儿我好像是过去了。哎，看这个造型肯定是遇到坎儿了，你们说我问不问呢？哎，我还是问吧，我这个要命的同情心呢。哎，顺风啊，顺风，哎，怎么了啊，大姐夫？我纠结呀，是不是遇到坎儿了？我这个人就是爱多管闲事啊！你说我给小米粒介绍个对象，哎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爸妈为小米的事多着急呀，这好啊，这个。关键是这小伙子吧，啊，他长得这个形象我不太满意。哎呀，就说男孩长得不好看是不？哎呀，那怕什么呢？小伙子嘛，男人啊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哦，心好才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大小伙子难看能难看到哪儿去，对吧？没事儿，你再难看还能难看过你？来，大姐夫啊，来，你自己看吧，这小伙子就长这样。祝芬啊，哎。这是你给小米介绍的对象？
这是你给小米介绍的对象。这大姐夫，你今天吃跳跳糖了是咋的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顺风啊，这小伙子这得有1.8米吧？这你还不满意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姐夫啊，可能是咱俩在一块待的时间长了，反正在我的眼里，只要长得没有你好看，我这眼里就过不去呢。哎呀，顺风呀。真是，这咋的了？这顺风啊，你真讨厌！我跟你讲，咋的了？这是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是，咱说实话，这小伙子比我是差那么一丢丢。哎呦，也就是那么一丢丢。好，这很优秀了吗？我就不知道你是哪个点呢，让你难受呢？就是这个，他这个照片吧，他美颜了一下子，就是跟本人啊稍稍有点差距。哎呀，你现在照照片的时候有点美颜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美颜，你这你能美颜的？你底子在那放着呢，对吧？哎呦，这还真是合理了。人家底子在这儿放着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关键是那个2.0米，要是看不上的话，他不得踢我呀？2.0米，他凭什么踢你啊？你看他还踢你，哎呀，我的妈！2.0还踢你，你这样的他都笑纳了，对吧？他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他还好意思踢人家？顺风，你过来，你敢跟人站一起吗？那不敢。对呀，你没有可比性嘛，你2米。不是大姐，要是看不上，她说我两句，我也受不了啊。大姐，你大姐看不上那是可以理解，因为她眼界高，有我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得说的，你不能按我这个标准来找，我是一个个例。行啊，这个。哎呀，二姑爷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看哪好啊？爸妈，咱们是往红毯上走，不是让你俩离家出走。你穿的是个爸妈呀，我觉得2米说的有道理。你俩穿的稍微有点素了，对吧？你看你们俩这一黑一白的，不好看。对呀，大姑爷啊，我知道今天这个场面是盛装出行。不过。我和你爸岁数大了，你说你们年轻人吧，穿啥啥好看。再说了，俺老两口子也没那份心思了。别听你妈瞎白了，啊！他说话就是嘴不对心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，哎，就昨天呢，他听说要走红地毯的消息啊，哎呀，把他兴奋坏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回家就一宿啊，翻箱倒柜的，把他认为那个好看的衣服全拿出来了啊，套上一件，崩开线了。又套一件啊，崩开线了，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，那就穿这个呗，把拉锁头薅下来了。嗨，哎呀，你可别埋汰我了，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的就得了，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这档次都下去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大姐夫，哎，我早就想到了，行动，来吧，来。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，来，哎呀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来呀，来，妈，你穿那个，哎，这是爸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，这才叫衣服呢，看，哎呀妈呀，这透红透红的衣服。我可穿不出去。哎妈，你看这红色多正啊，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。对，妈多高雅呀、啊，这多漂亮啊！妈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心理的障碍。对，年龄大不是个问题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老要张狂，少要稳。对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这衣服我真穿不出去，我可不能穿。哎呀妈，我跟你说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，你要不穿不白瞎了。对，不是老伴儿啊。咱们得自信，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。哎，你别老把你自己当雌花。我可没你厚脸皮，妈，不穿，你咋这样呢？哎，钱瑞芳，哎，咋办？白买了吧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！哎呀，怎么的？小大姐夫啊，赶紧想想招儿，你快快！对呀，撒楞撒楞的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挨上了呢？这不是应该我挨吗？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，你哎，肯定就是你解决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不行。哎，你挨完你行吗？当然行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你看着，我有办法。妈呀，你看这衣裳啊，我给你买的，2000多块钱的。你说你要不穿，当小辈的也不能强迫你，是吧？那行了，
扔了他吧。对，扔了，拿回来。王倩，你干啥呢？庆祝呢。庆祝啥呀？庆祝你回来呀。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你不知道啊？怀孕了。怀孕了你还闹？我告诉你，王小倩，你要把我儿子给我闹丢了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上一边去。媳妇儿，我的媳妇儿啊，你这时候咋能还高跟鞋呢？啊，你怀孕了，穿高跟鞋影响我儿子的发育。哦，王倩，啊，我那包里有双旅游鞋，孕妇必备。啊，我给你姑姑换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这怎么还能穿呢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成功了，小朋友，送你双高跟鞋。哎呀，什么限量版不限量版呀、啊？媳妇儿，没事，等孩子满月了，我送你高跷。那老公，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明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。你二姑你没空？那有惊喜吗？当然有惊喜了，早就定好了，明天咱们两口子马尔代夫。明天去马尔代夫，马尔代夫，呀呀呀呀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这，哎，你干啥呢？啊，你二姑现在什么身体状况你不知道吗？怀孕了。怀孕了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庆祝呢。庆祝啥呀？明天去马尔代夫吗？去个屁！你二姑现在都怀孕了，所以说我把去马尔代夫的票给退了。二姑，高兴的，别想那动，我不得劲。二姑姑，怎么了？我问一下子啊，这票能说退就退吗？怎么可能说退就退呢？扣20%的违约金，多钱呢？不就是2000多块钱吗？2000多块钱跟我儿子比不算事儿。我的马尔代夫啊，王小倩，一双限量版高跟鞋啊，2000块钱，干得漂亮！这充分证明你二姑心里还是有我的。那成功了，成功了。那个老公。我今儿打个电话、啊、然后呢向我们老总汇报一下我的计划。